阿武，阿武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小伤。那之前千尘阁的人在你傀儡身体上留下的伤呢？那伤倒无妨。秦千贤，厉尘岚，今日之仇，他日必定双倍奉还。 抱歉啊，幸亏我熬得住，不然露馅了。我房间有点东西，我回去收拾一下。哎，你还有脸睡啊？快起来！ 怎么样了？哎，江武呢？我大伯父来了以后怎么样了？厉晨岚也来了。我开始变透明了，你快收拾收拾出去，还是回万路门。但是叫厉晨岚叫个马车回去。啊，还要叫马车啊？对啊，这样我才能跟你们一起回去啊！快去，别待太久了，让他们怀疑。去啊！嗯。 大伯父，东西收拾好了。 嗯，我还是想回外路门。你有你自己的主意，我也不便干涉。既然没事，我便回千城阁了。谢谢，谢谢你今天来救我。你安好，便可。 我觉得你这个大伯父并不像你说的那样一点都不相信你，对你还不错。嗯，走了。厉什么厉？你是黄鹂啊！给我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，叫他师傅。师傅。 我想坐马车回去，这样的话，沿途风景应该会很好看吧？说你要什么就够了，废什么话？走吧，去找马车吧。嗯，跟上。 你这么怕他干什么呀？他多可怕呀！没出息！我要你这同一张脸干什么？什么事儿都得晚上我自己来。你被姜武抓走的那天，暗罗卫没有来救你吗？阿大有来，等等。 他没有打得过姜武，然后呢？之后，我大伯父就来了，然后师傅你就来了。
哦，回去该收拾人喽。不是他的错，谁跟你说要收拾阿大了？师父，阿大他已经尽力了，不是他的错。谁跟你说要收拾阿大了？你可知错？ 门主，我已经职责，保护直言姑娘，子瑜知错，请门主责罚。去面壁思过一段时日，暗罗卫的事务，暂且交给阿大。门主，万路门正是用人之际，子瑜先前查到袁杰曾与宗门勾结，我愿将功补过，把门主处置了袁杰，再自行思过。不必了，此事一并交由他人处理。下去吧，让阿大进来。 是。门主叫你。报。子瑜姐。会长来了。会长。会长。会长。门主可有责罚于你？ 没有过多责罚，就让我休息几天。但是最近我不能去无恶殿当值了，你们暂且都听阿大的安排。什么？那就是说，门主罢免了你的职权给阿大？是啊。可是门主为什么如此？竟然对一个宗门小丫头这样……行了，你们都听好了，我们暗罗卫。 只听命于门主，这个位长谁当都可以。以后你们不得私下议论此事，不能再让门主对我们暗罗卫失望，知道了吗？是，位长。都下去吧。 小艾，还有事？ 子瑜姐，前些天从地牢出逃的那个宗门少年，我听说他是秦芷言的未婚夫，还是剑心门的少主，现下正在顺安镇。我怕他和秦芷言的目的不简单，去顺安镇看看。是。